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凯汉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少女回战最新最香最色的手游来啦。好，那旭哥这攻略呢，要分享这游戏的最全的礼包码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，那可以拿到大量资源。那这攻略也分享这个可以免费拿到两只 UR， 还有就是可以就是少女这个回战啊，可以抽这新手池嘛，总共有50，那要先抽哪一池呢？旭哥这攻略也分享给大家。那旭哥会实际抽给大家看，先抽哪一池，那抽完之后再去抽其他池，旭哥有这个先后顺序抽给大家看。好，那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所以关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有各种最新的这个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需要独家最新的。那旭哥也有做这个旭哥手游攻略放置型 RPG 攻略专区，这边就是像是有少女回战啊，各种放置型 RPG， 三国、战国，还有这个后宫开车，这其实都是少女回战的范围啦。好。那我们就进入游戏了 ，Let's go。那旭哥就来讲这个礼包码的兑换教学攻略啊。那最新的礼包码，旭哥也要分享给大家。最新的一组，那还要将之前的都一起分享。首先点这个右下角这个有一个像是摇杆的符号，点下来之后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下方就有一个请输入兑换码，这边就可以输入了。那我们就来输入大写的 KOG， 然后666。KOG 666，然后按兑换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10个这个邀约券的 SSR 了，超赞的！我们就来输入 VIP 大写的666 ，VIP 大写666，按兑换，这个可以拿到10个这个星耀城，然后这个轮回盒以及这个2个郁金香。好，那下一组。一样是前面 VIP 大写的，后面是888，按兑换。那这个有12个这个星耀城，然后8个这个邀约券 SSR， 可以抽到这个 SSR， 赞的。再将这个玫瑰花，再来下一个 VIP 999，啊，999怎么变928？999。那这个可以拿到这个星耀城，重点有这个12个邀约券的 SSR， 爽啊！可以拿 SSR， 还有这个玫瑰花。接下来我们在这个邮件有这个50万的这个预约奖励达成，我们可以去领取。这里面呢有这个 UR 哪吒，哦哦，太香了，太香了 ！UR 哪吒，然后有这个20个这个就是前。这个乾坤圈这个碎片嘛，700个元宝，然后仙果、南仙果10个这个 SSR 的邀约券，还有这个轮回盒零啊，开局就可以拿到这个哪吒了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哪吒来了。哦，白狮啊，白狮真的赞。下次再说好了。碰他可以拿完成攻略进度是第5天的登录啊，这个王允啊 ，UR 的一定要拿起来啊 ，UR 王允，香啊，这个一定要用的，这个的腿好像有一点粗啊，欧派很大。好，这个 UR 王宇一定要拿一下，太爽了。好，那频道有朋友在问说，这个要抽哪一个新手卡池的角色？那基本上都可以抽，但是基本上是先抽这个御三家。那这是有董白、小圆、这个文忠嘛，这3只是优先抽的。那血河岸金刚骨就是之后，因为董白、小圆和这个文忠他们有羁绊啊，所以可以先抽。那基本上是抽你比较喜欢、你觉得比较香的。比较香，比较色。那旭哥优先顺序应该是董白、文忠吧？那小圆就是看脚吗？好看腿吗？那董白该有的都有，我们先抽董白好了。我们先抽董白了，把它抽起来啊！说不定很快就可以拿到了、欸。哎、欸。
好像快来了。这个可以单抽就好了。结果还是一样啊。好，我们拿到这个董白了。哦哦哦，真香！新手卡池的话，董白是 OK 的。然后还可以就是拿他的这个，应该会有奖励可以拿吧？赶快，一直点他看看。应该有那个宝物吧。你有宝物吗？可我按你按那么久，你竟然没有给我宝物。啊，有了有了，宝物拿到这个锁心环，基本上应该是有宝物可以拿的。好，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就抽文中吧，一样，月色的我们先抽。哦，这个赞。顺便收集角色啊，香啊！看可不可以拿到？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文中来了！哦哦哦，超大！我们又要来按它了，希望这一次不要被。不要被，我在按他、啊，他怎么没有那个攻略进度？那我们接下来再把这个小圆抽出来吧。小圆，腿控，基本上这个应该是最后抽他了，因为这个腿嘛啊，喜欢腿控的可以先抽了。那旭哥这三个的话，这本来最后一个顺位。而是要把它抽出来的，抽完之后我们再去抽其他的角色，这样。心有余力的话，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小圆来了。基本上是这御三家先抽起来哦，腿，腿真香啊。然后就是一样，都是把它们一直按嘛，按出宝物为止啊。一直按按按宝物啊。看能不能按出一个宝物啊！哦，腿真香！我们要看到他的小裤裤了，有没有白色的？有没有看到他的内裤了？太色了！最后剩下两个的话，旭哥选大的，好不好？所以选右边这个金刚果，我们选大的，不知道选哪一个就选大的就对了。反正两个差不多香嘛，我们就选大的，把它抽起来。这个好像这一次不知道，好像没办法把它抽到的感觉。哦，用单抽啊，差一点点，那之后再把它抽起来啊，差一点碎片而已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少女回战的攻略录到这边啊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我们下期见。